天空大炮，专业，专业。来第一场哦，来，我们等一下，如果抽到第一场，要模仿天空叫咖啡牛奶，大菠萝到我。不是 D， 不是 D， 开始，咖啡牛，咖啡，牛，牛，奶。二哥，我好笨，干啥？拍谁？过年啊，急歪了。哎，张飞这些天我是攻他小弟，换一个杀小弟，逼出来了，一给出来。但是啊 ，A 吗？张飞这些天又攻他小弟，来确定。看你这鸡巴啦，看你乱三笑啦，啊！人家正神你你讲我笑啦，你这鸡巴啦，你出来啦，你出来，你出来啦！那不加速冲的速度，太难了，不会难了，不会难了，有认真就不会难了。你上班有看就不会难了，上班最常看那个家伙叫什么？放山 ，B 哦，来。人家我错，然后被人家抓一个正着，然后就被人家围起来。他说：“大哥，我错了啦。”然后说：“那你跳咖啡牛，跳两百分。”下一个啊，来，请问在公车当中攻击组合如何？牙控车 B 芭比娃娃 B 未成年的猴猪 B 龙女，你做哪？最简单是我们简单，最简单，这个最经典。A 吗？牙控车，答案确定。
大老妹喝的是。来，这都带不过去了。来，这都不过是什么了？带不过。哎，在那边竞标的鱼给公干。第一，你要公，你现在是要公主。第一，你现在是在跟我嘴炮是不是啊？第一，牙语把它挤歪了，来。我八股。阿瑞，你觉得哪一个？没有没有，我觉得全现在都可以跟他讨论，然后可以讨论的。对，有一种状态。我觉得是 B 的。你现在攻击我是，我自己觉得。他觉得是这样，但我也会觉得是 B 的。B 的。他不是，我觉得 B 或是 C 啦 ，B 或 C 比较少。对。他的嘴型看起来像是有 E 的音，好像在那 B。B 哦，急呢，现在要攻击我是不是？没有，现在我没有。我没有想到 B 的。先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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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先啊、这张好了，好了，好了，好这张你要说吗？不要紧张，先上，先先先 ，C C， 耶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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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耶听到没？我在跟你们讲话，我比你们帅呀，怎么样？高雄，好，来打我啊！我在这里啊！高雄人，听到没？我在跟你们讲话，我比你们帅呀！牙齿，牙齿，牙齿，还有高雄人，高雄人，哈。来打我啊！我在这里啊！来打我啊！我在这里啊！搞死哦！好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比我那个还厉害，比我那个还厉害，可以。青鸟占据那个，你们以为你们多数这么棒，对不对？你是赞同我？没有没有，我们就是咖啡牛奶酱，就是要霸你。哎、欸，这太过分了！太过分了！太过分了！这个打错，不是这个，这已经送分题了，可以问啊，这完全送分题问啊，啊，可以问他。我真的不能问，这太过分了。好，来来来，还有还有还有四张，还有啊。还有I'm gay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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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tta get dip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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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dip. Boom, boom, boom. Gotta get dip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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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dip. Boom, boom, boom. Gotta get dip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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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dip. Bravo. 你要不要那个拉皮？哎，是拉铁。还是拉 K， 你要说拉 K， 是他要，啊、你要拉 K， 哎、啊，我配合天风拉 K， 啊，你要拉什么？你吸的是什么？是阿公的骨灰。
吸的是什么？是阿公的骨粉。还好还好，过分打过分，过分打过分。就是等下紧张到死。这是什么拉 K 体验？太香了，干！来，请问你想要做什么？我想要做盘子。盘子吗？啊，这当怎样的盘子？形状比较特别盘子。哦，形状比较特别盘子。期待你的好表现。哇，赛前。没有，我们先讲说明一下那个设计理念。想要讲，你想要做什么？我要做个棍子。棍子。特殊造型。特殊造型的棍子。啊，不能做太细，那个会退掉。你会包住吗？包住满。来，你要做什么？做一个老鼠窝。老鼠窝。老鼠窝。啊，可是没有老鼠啊。老鼠不死光了吗？对啊，不死光了吗？又活了。又养一只了，是不是？又养一只了。你想做什么？我想做什么？特殊造型的。请问是多长？装饰。看图有多少就做多少。那你还没讲完，特殊造型的什么？特殊造型的可能盘子可以装东西的，各种可以装东西的东西。要那我们讲就讲求实用性，还是要有实用性，还是。这三斤的中间那一根呢，越来越拉了，也可以，但也可以是。立起来的那种，用那种放卷筒卫生纸那种，这样子吗？这样可以。我们有在意过这件事吗？这不立不能做太紧了，倒掉。换你再加买一块啊？就是跟他加买一块。哈哈，你几天没大便，大概就是这个样子。针对你的作品来发表一下你的创作理念。送给有需要的鼠辈。送给有需要的鼠辈。那它有兼具什么样的实用性啊，还是什么美观啊，设计理念稍微讲一下。可以刚好一只老鼠在里面。哦。睡觉就好。啊，如果有两只老鼠呢？如果有两只老鼠一起住怎么办？搏一半。哦，搏一半对不对？那请问你的创作作品名称为？鼠辈。哦，鼠辈。针对你的作品来进行说明的。结束。所以你的作品名称为？财猫。请针对你的作品来开始发表一下你的。我先是不是？对。我作品是这个，就是给猫咪喝水。喝了之后，这边水会满起来，这边比较低，这边比较高，然后水会流过来。哦。水往低处流的概念。没错，生命。那请问你的创作作品的名称为？生命。来，请针对你的作品来发表一下你的创作理念。在创作这个盘子的时候，然后盘子里面出现第一个是一个水盆，这水盆呢有一个懒觉的形状，懒觉呢大概两个蛋蛋，所以我就心目中就做这六条形。底下这两只猫呢，因为我想到另外一个作品，因为这里叫低级的懒教，它是一个有放出去的懒教，上面写的不忘这一集四个字，所以我才有这一集，要创作这个作品。那请问你的作品名称为？
明明就是冷降耶，你可以什么鸡巴从他的从什么东西？我们是这个啊 ，OK。来，来，这是我的小茶杯。哎，刚刚那个生米，你听他懒懒趴桥，他就叫懒趴，这叫不叫生米，叫懒趴。不要批评人家作品。我们拒绝谩骂，不拒绝谩骂，我们那个正向透露里面，没有没有，台湾是有言论自由，我想来继续茶杯，是拿来喝茶而已啊。是啊，是要福州这些什么？那请问你的创作作品名称为？我来吃冰淇淋。来，做垃圾不如丢垃圾。请问你现在做的东西是垃圾？垃圾。来，有四只兔子，两只猫，三只猫，一只兔子，一个这个不知道放牙刷还是撒小的，三个放筷子的，感谢，你北北更扯。来，请问你的作品名称为？垃圾。摸一下，睡呀睡呀，有人有人，有人有人，有的职场性骚扰说真。找什么？找马路哦。那是死掉的吗？还在动啊。有动吗？都还在动啊。有吗？有啊。你近一点看。我不要不要不要。你只要碰到它，就会缩在一起。真的？问吗？我昨天在外面玩三只。我把它踢开来好吗？我把它踢开来。跑在你的脚上。它跑在那个鞋子附近，很危险。所以我鞋子后来才放进去的。那你等下。孩子抓住，你们要听听看你现在讲什么。录影存证。夫妻本是同林鸟，大难临头各自飞。打错了，你打错了。